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真的很像火车早餐呢？因为你看哦，这个是不是很像火车的车厢？这个是不是很像火车的烟，蒸汽火车的烟？所以这个就叫做火车早餐，知道吗？它是有两种东西组成的，一个是什么？对，一个是姐姐说的蛋饼，那还有一个嘞，那个叫热狗，你要不要吃看看？那个加番茄酱蛮好吃的哦，弟弟你觉得好吃吗？香肠热狗，你觉得香肠热狗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哦，好吃的话可以吃，但是你也要吃蛋饼，蛋饼的话蛋比较营养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说你还不喜欢的话，这里还有，这个是吐司，吐司。没事没事，我帮弟弟擦一擦。怎么了？喷到你了？好，擦掉。他吃的东西喷到你了。OK，没事了。好，擦一擦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，我帮弟弟擦，弟弟又想要擦。我帮弟弟擦一擦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